大家早上好，我们小米酒刚醒，准备起床。不是睡豆豆的，睡睡醒的。哦，睡醒了。对啦，那我们过来穿衣服吧。我手拉的。这边是手拉拉的，不要真。不要伸舌头，那个小鸭子伸着舌头啊，我看看。哦，但是它的嘴巴，小鸭子的嘴巴是扁扁的，还有毛毛呢。你也太搞笑了吧。哪个是别的？今天早上很早就开了空调，它都跑出去了。穿上不是更好吗？不不，手拉的，亲一下妈妈好不好？亲大手拉的，我听过妈妈的。我会穿裤子。哦，那你自己穿吧。你还想站起来穿啊？不是，是提裤子。你才穿了一条呢，还有一条腿没穿呢，怎么提啊？卡屁股呢，我弄一下的。这是谁的？妈妈的。哦，谢谢。好喜欢妈妈。哎呦，好，过来，我给你穿这条腿。好好起来提。看我的梳子梳头发。你饿了没？要不要吃早饭呀？蛋糕。什么？吃蛋糕。蛋糕是吗？没有蛋糕早上。去买蛋糕。我说没有你就去买了，你怎么这么会安排呢？我就梳头发开始，粉刷被你打，粉刷被你打。你大早在那儿干活呢，是不是啊？是，太累了。你刚睡醒怎么就太累了？去哪里跑的？在那个小广场跑那一圈的。是不是做梦的？不是。过来妈妈抱抱。打疼头痛妈妈。你为什么要打疼她呢？她会哭的。你说把小兔打疼了，抱抱，不打了。好，乖宝宝。没有尾巴的吗？对呀，这只小兔兔没有尾巴，怎么？长个尾巴。哦，长个尾巴呀，给它。那个梳子有尾巴。有尾巴，我看见了。现在早上都醒得很晚。醒了吗？在床上磨磨唧唧半天。走啊，你窝在那儿干嘛？快来穿袜子，我们去洗脸。满当都一点半了。马上都一点半了呀，太吓人了吧。不是，马上九点了。过来走，我们去洗漱了。大，你都吃上了自己扒的鸡蛋？扒到哪里了？壳儿，壳儿呢？在桌上。哦，在桌上。哦，扒到放这里了，太棒了吧！哎呦，动手能力太强了啊！刚刚我给它洗漱完之后，它先出来了，我在里面洗的。哎，它自己就把鸡蛋扒了，鸡蛋壳在这儿。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不是鸡蛋。不是鸡蛋，那是什么？是。
哦，鸡蛋壳扒了，对吧？棒，棒，对，棒。慢点吃啊，这个是爸爸在外面买的鸡蛋是吧？嗯，买的茶叶蛋应该是。茶叶买回，给姑姑喝。什么？给姑姑喝。给姑姑喝？什么给姑姑喝？那个茶。哦，买茶叶给姑姑喝啊？婆婆喝。哦，给姑父喝，记性挺好的。有衣服太厚了，吃不到嘴里。吃到嘴里了。这样。这个也是妈妈的，这是妈妈的，这是宝宝的这个。这动手能力还是可以的哦，自己把鸡蛋扒了吃，早上起来嘛，自己穿衣服，对吧？妈妈，你要干嘛呀？吐一下。你要给妈妈扒鸡蛋吗？是。妈妈先拿掉。你吃掉嘛，吃掉再给妈妈扒。先拿掉这个。妈妈帮你先拿着啊，来。我看看你怎么扒的。扒挺多的鸡蛋。扒挺多鸡的蛋，这个没有那个好扒，是不是？嗯、这个扒的挺好的，嗯，可以。什么可以？好吗？你使了多大劲儿啊！扒土手机呢，给妈妈提吧。好，谢谢。呀，小点点的都要给我剪了。哎，有一点点的都要弄掉，哎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看看这，给妈妈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宝宝的。哦，宝宝的在这儿，我拿给你。来，看给我扒的这个，我尝一下。嗯，七甜蛋黄呢？哦，吃成蛋黄了。哎呀，我们小米酒扒的就是好吃。可以扒成蛋黄呢，给我们。嗯，好吃好吃。哎呀，妈妈都吃完了，你跟大家再见吧，我们去冲奶奶了。嗯，不好。嗯，还不好啊。弟弟，拜拜，下次再玩吧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你画画。你在画画呀？吃饭啦？我的画画一下都停了。哦，好。吃饭呢？嗯，开饭呢，走。下午去的。哎，出来。嗯，我们吃饭，吃完饭跟爷爷视频，好不好？要停。好，来。写小去。写小去。还有妈妈。对。装饭呢？今天还是两个菜。一个素菜，一个羊肉汤，这可好吃了，你尝尝。红烂了，先酿点烫。尝尝今天的汤味道怎么样？好极了。还没吃呢就好极了。肥肉都不要呢。肥肉的，那是瘦的呀，羊肉。不肥。你直接啃呗，你还用筷子。烫啊，没有呢，没有那就放着嘛。来，我给你弄块那个萝卜。冰冰兔兔，哎呀，这萝卜是婆婆家种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从婆婆家拿过来的。自己家种的菜就是好吃。你再来一点米饭。你够了。我得弄一块这个。来，还有一个烤羊肉，找个地方放下来。我还没放下来呢。好香啊！你不是一直吵着要跟爷爷视频吗？吃完跟爷爷视频好吗？就手机，我用手机打手机游戏嘛。吃完饭我们就跟爷爷视频，还有姑姑。你尝尝那个烤的肉肉好不好吃？你还用个那个想包起来吃啊？那不是生菜。
擦擦手，擦擦嘴。晚点吃完再夹，知道吗？不能站在那里呀。嗯，谢谢。哦，谢谢。你自己快吃吧，你自己吃。不夹了，好了，你爸碗已经满了，你看。没满已经。汤又重新热了一下，味道怎么样？嗯，好喝。好喝。不比那些大厨做的差。哎呀，妈妈厨艺是不是很厉害？留我的这点礼物给妈妈。这给妈妈带的礼物啊，这什么东西呀？鸡蛋蛋汤。哦，上面有个番茄。还有个鸡头。番茄蛋汤。我要吃番茄鸡汤。嗯，明天给你做。有让他睡觉，他就不咬人了。跟爷爷视频。跟爷爷视频啊，好，那我们跟爷爷视频，那你抱着我。不给爷爷看。你放低一点嘛，看不见你呢。又没人接啊？前几天打过去就没人接，后面就一直没有视频。爸爸楼下。在楼上啊。嗯，是往回去啊？那我等会儿再给你打哦。把你当童，我先挂了啊。你想跟爷爷说什么？我想跟爷爷道歉，道爸爸的歉。听见没有？他想跟爷爷道歉，道爸爸的歉。回去了，才下班了。爷爷。嗯，爷爷叫爷爷。爷爷，哥哥。哥哥，你问哥哥在吃什么好吃的？小鸡。你说哥哥给我吃点嘛，好不好？哥哥给我吃点。你说哥哥给我吃点。哥哥给我吃点。太馋了。吃了没有？你吃吃。吃不到。吃不到。我们过几天，我们过几天回去让哥哥给你拿来吃，好不好？罗阿姨先回来。你准备？不好。你看弄没？那一会儿。爷爷呢？老傻子。你叫爷爷，爷爷跟你说话呢。你过来啊，你说话好好说啊，没说说的又躺着呢。看看这姿势，往这儿一躺。你跟爷爷视频的呢？是不是直接走湖北走十堰过来啊？那你走到西安去。嘘。嘘。两天就能弄啊？啊，两天就能弄。biu biu biu。爷爷叫你啊，过来。道歉。那你说啊。道歉。跟谁道歉？道歉。爷爷。哎。哎，姑姑呢？姑姑。哎，小米酒。想我了没呀？想没想姑姑？想姑姑。怎么想的？用口里想的。用什么想的？用口里想的。你张开嘴给姑姑看看。哎呀，掉了，不要了，掉了。你看哥哥在吃什么？水果。吃水果，这是什么？一个班级。卖萌吗？你看两手挤着零。卖萌呢？卖。要把脸蒙着怎么着？跟爷爷表演节目呢。坐好了，好好表演一个，唱个儿歌吧，给爷爷。再唱一个，啦啦啦，换一个，
换一个，换个别的，换一个。小猫你不发呀，金金为你金哦。跑偏，跑哪儿去了？上台了。告诉你，你唱点什么？啦啦啦，我是美国小憨豆，红豆鱼满街跑，吃不饱满街跑。吃不饱还满街跑啊！哎呀，我眼泪都笑出来了。